接下来我们永远的白马王子秦祥林还有我们夫人请上台，呜呼，还有我们的性格小生笑容迷倒众生的江大外籍夫人李黎明小姐，呜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天哪天哪，哦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介绍的是永远的女生胡锦周丹薇戴美芳，呜呼，碎呀碎呀碎呀，众星拱月，全部都送给我们，我们亲爱的高雄郎哦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我们是创作才子张克凡、张立恒，呜呼，张立恒就是我们真正的孩儿子哦。好嘞，接下来是我们名主持人陈凯伦，赶快上台，呜呼，来，我们全部的高雄郎，我们来接麦，再上。